你呢，秦芳，你如何看我？我如何看你？楚隐约，你在我面前和叶里城表演的这场夜色春宵，你说你要让我如何看你？楚隐约，我是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楚隐约，我也想相信你，可是你让我如何信你？我只不过在我们之间设立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答题，你都以失败告终。你难道忘了是谁告诉我他和叶里城再无瓜葛？楚隐月，为了你这一句话，为了你说你和叶里城没有干系，只要救出叶里城你就愿意和我走，我可以放弃我来天灵的所有目的，可是你呢？叶里城稍稍有难，你就顾不得一切，奉献你的所有。楚隐月，你是没有心吗？哼，秦凤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他？秦凤，你觉得楚隐月背叛了你，但是你扪心自问，如果没有你和叶立恒的合作，今天的事情是否会发生？如果你告诉楚隐月叶立恒在前方挖了坑，他是不是会傻傻地跳下去？秦凤，原本本王已经打算放开楚隐月，因为他告诉本王他爱你，所以本王觉得是时候放手了。可是现在你所做的一切，让本王如此清楚明白地意识到，你秦芳不配。秦芳，本王现在不打算放手了，此生唯有死会让本王放开楚隐月的手。叶立成，你疯了。叶立恒，你既知道楚隐月是本王的软肋，知道用他来束缚本王，知道以他为引，因本王心甘情愿入局，那么你就应该知道做事要有个限度。叶立恒，这地牢不是你本事大关了本王，而是本王心甘情愿来，换而言之，只要本王愿意，本王随时都可以走。